如果假设继续的这一个扣押，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一楼板这一个能够完成，那 B1 B2 也不可能让它继续的施工。按照所有的技师的这一个所有的建立，都认为大概就会对旁边的高铁或是台铁或是临港会产生有安全的疑虑，可不可以这个先行把这个20%的容积拿掉来办这个建造的变更，那自己拿掉了这个部分，那疑虑大概就没有了，那工程就可以照我们的建筑法原则上就继续的施工，也没有说会这一个勒令停工的这一个问题。今天我也大胆的跟他呼吁，也跟他提出建议，那这一个鼎内公司大概初步答应，他们会带回去去做这个研讨，那最晚在明天的下班前应该会给我们一个答复。